是你们。我刚才看了节目，所以他们那种自拍棒都这么小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就可以放在地上。哦，是吗？很小哎、欸。哦。就很。还有很多种啊，有如果是放手机的，它就会有可以放拉长，然后就可以立在手机。因为它的。啊，如果不管是 GoPro 或者是小的手机的，就是只有这么短的这样子，就之前用的那种，有点像那种。啊，然后索尼，更新，然后跟到我都快要。来看一看，你昨天晚上应该还不是这样吧？没有。干嘛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我没有上面的简单的键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定要搞成这样，然后我要上。那就不是简单的键，四个、啊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。那这个不是要关机去按一下？咦？我要上个网，他把 WiFi 跟 4G 都搞在这里。我还要在那边一个一个开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要快速上网，我还要在那边搞它，刚跟的。超慢。所以你昨天玩还没玩这个，玩你在玩拍照。昨天就是，新年就是长这样啊。是哦。但是你跟什么网络在一起？正常都是一直开的、啊，不是啊。我说正常的都是一直开的、嗯。哦，是哦。那我们为什么短了呢？那你哎，然后什么？哦。对啊，就说还要在那乱搞。干嘛？帅吧？最新的啊。嗯。哎，你该换手机了吗？换人吧，换火吧。后你新的还是长一样？对啊，就是这个没有update哦。
也不沉，你看你不沉。真惋惜哦，你看。对啊，这是空装的。大不如开空气清净机。问题是现在是 window open 啊。这个灯为什么暗？什么意思？这看起来好像没有很亮。那个是1200吗？是的，这是1200，是100%吗？那为什么这样那个差这么多？因为它只是把光线控制在一个范围。哦。可是，怎么1200还是这么暗？差这么多。问题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里，就是不是应该相对集中吗？没有，它是把其他不要的光消除，所以它是减少，不是集中。哦。集中是那个反光照那个才是集中。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灯打开，每次我就觉得我要来吸了。哼。不开我都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。冬日里要把罩罩拿下来就先操练。这个有这个双层是有用的，它是因为你很烫很烫，所以你只要碰到前面这里应该是很烫很烫，但是你这个双层外面这里是手可以直接摸的。这么厉害，所以有保护它的本体跟保护使用者的手免于烫伤。是的，超帅。钱。他说他可以单独卖啊，但还没卖啊，不知道是多少。我猜应该也是个有5000以上。5000以上的价格啊，5000以上。
黑暗吗？因为他换到了不同版本，至少一个小时。修，修卖糖丢手套吗？你去拿那个手套啊，烤面。我的手套。哦，你的黑手。我没手套。
啊。在这一种灯那么亮的下面，不用戴眼镜吗？